动画片要开始了，我要快点吃。我的菜来了。蜘蛛侠吃饭特别快。Oh no！ 不好，蜘蛛侠噎住了。哦，天哪，钢铁侠，客厅可以弄得太乱了，得给我打扫干净才行。朋友们，一起帮我收拾客厅吧。吃饭要细嚼慢咽。耶！我打包。吃东西要量力而行。会。啊！哇！我一定不会浪费粮食了。感谢收看《水果妈乐园》，点赞、订阅、爱一下哟。